2013年1月27日。嘉义县商业协会。2013年1月27日，2012年，体育娱乐营活动，嘉义县商业协会，来到小化学，啊，小朋友爱化学的，小叮当。所以老板自由好的啦，对啊，是的，真的，杨老师，跟着他，是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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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就是在落叶，红红的啊，在落叶，因为它要保护它的树干的水分，所以呢，避免它水分消失，就把叶子掉掉啊，这是一个自我的生存的机制啊，植物就是会这样子啊。然后嘎当最有名的，最好听的是什么？嘎当是什么？因为嘎当是属于那个嘎当鸡哈，啊不是嘎当哈，啊我是嘉当爷爷哈，下面一个哈。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鸟在声声叫着夏天。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那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八毛钱。诸葛四郎和魔鬼党，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？隔壁班里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？嘴里的零食，手里的漫画，心里初恋的痛。
知道为什么太阳走下到山顶那一边，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。多少的日子里都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，就这么好奇，就这么幻想，这么孤单的童年。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，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迷迷糊糊的童年。我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盼望长大的童年。你没做错，可得劲。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那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着童年。下课。
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诸葛四郎和魔鬼党，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？隔壁班里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？嘴里的零食，手里的漫画，心里初恋的童年。摄影当中，请微笑。泡泡银行。OK。没有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去定位？好，那泡的就是机会，还有那个。好，所以呢，就把它加在这个地方，让大家可以知道说，人类的智慧啊，在没有科技的之前呢，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。